个平价的甜点，吃了其实不会腻，咬第一口有幸福感。女生追求的是幸福感，啊，如果再冰一点会更对。嗨，我是安德鲁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全年必吃的五大甜点。噠噠噠那我们邀请到八七女孩，我是阿夫人。那我事不宜迟，就开始来试试看吧。噔噔噔。好，那大家因为好奇，我们说有五样，结果就只有四样。吃掉了吗？不是，我还没有吃，因为有一样特浓起司买不到。对，我刚刚去买，跑两家都没有买到。没关系，我会帮大家 PS 在旁边，对，我们自动略过。那我们今天来试吃这四样。 OK， 那我们要先吃哪一个？那就它了，法式布雷汉。一鸡好吃耶，我们一号选手出团布雷。哎，你们马上回了。哎，你很浪费，你会被你没有浪费啊，我要把它吃掉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蛋挞。但是没有，你这样讲就太肤浅，它叫做布雷汉。好 OK， 开始喽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阿伯你来。好，现在试吃时间。真的假的？你一口哦，超浓哎！哎，这感觉很天然的感觉。我觉得内馅有点像木耳。我觉得第一个 CP 值就超高的。对啊，79块就一整就可以四五个人吃。可以再切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！不毛你再单吃，等一下就不想吃其他的。我们现在先想一下心中给的分数哦，1到10分。小数到第几位？关键你看3.14151169，随便你好不 好, 好？好，我们现在试试完毕了，现在要给出一个分。我们请我们的阿夫人先开始，1到10分，请给分。8分。8.5。7.5。因为我觉得后面还有好吃的，所以现在如果给太高点，然后会给不出分数。我觉得你们想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弟弟真的比我想象的更严重。半月烧是49，一颗有6，对对对对，哇，绵欸，它就是软软趴趴的，好有触感，好可爱，会对对对对，很有空气感，好软，1、2、3，好像是卡士达那种奶油的感觉，对，是会口渴的甜点，主人茶嘞，茶嘞，我这边有那个啊。有可欸，我这边有一罐的酒，这是我平常的水，不要这样。你用这个喝水，霸气耶。好，那我现在要给分的，我给7分。哦，刚拿8.5，两大失所望。没有爆浆就扣分，而且我说真的，我觉得它比皮森好吃，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太轻松。没有大自然的味道。对对对，比较喜欢 natural。啊。5.5分，哎，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大家说就是它有那个爆浆的口感，对，惊艳49，然后有6个，但如果没有到爆浆的口感，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小不过，给它6.2好了，6.2，很奇怪的一个数字，毫无逻辑。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它是及格，我觉得它做的品质是在合格内。下一位，新来的来吃我最期待的生乳卷，超厉害！哎，我是最期待那个。它内馅看起来就很强啊，就它外形其实做的跟一般那种案子的价格只要75块。哎，这在外面买是拿100多，快要200了，便宜哦，搞不好还超过。对，交给我，包一点呐。好，1、2、3，试试。天哪！我觉得是会让人家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奶冻。一开始吃还好，我到后面吃好像有点会上瘾。奶冻卷的话会散开，它完全不会。它还蛮紧的。对，蛋糕的内馅完全密合。它不会很甜的。对。OK， 那现在评分时间。我给它9分。9分。它是很跳痛。他在哭，他在哭。他老是给很低，都一下都给很高。我发现他这个人有点偏执。但是我觉得他的讲错话了，卡士达的生气，卡士达的怨念，75块，然后分量又大，觉得非常 OK， 9.8哎，9.8，你才没有极限吧？没有，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表现太专业，但明明是一个平价的甜点，吃了其实不会腻，咬第一口有幸福感，女生追求的是幸福感，如果再冰一点会更对，100分，给他。9.9，那不是在竞价。抱歉抱歉吧。
我觉得应该九分。对啊，75块，我觉得这样 CP 值很高，而且它也不会很腻，就有那种巧克力的味道，又蛮浓的。好，现在换我们的最后一道金黄蛋挞，这跟热食都好吃。4个68，一个零多少？22块，22块，14多块，17好不好？这么好烂呢？啊，对，17，好实在，哈哈哈。所以我们才叫87女孩啊！耶！好，那我们来试吃看看吧。好，开始。先正派耶。对，它吃起来其实比较有满足感，而且它内馅其实蛮多。用料实在，它是会让人口渴的甜点。可是排在它后面就比较吃亏一点，加多少？7.1，对，但它没有到让我非常失望啊。它就是一个很厚到顶的一个甜点。不想送它太好，就不想送它太难吃。对，送这个就 对，这个就送给他就，就哎，拜拜。我来看个班哦。哎，拜拜。6.5好了，已经说不出什么形容词。记得他，然后又说不上来他是谁。你说那种在班上那种同学，就是哎、啊欸，我们班有那个谁，跟谁，对，然后谁，哎、欸，你内心戏很多哎、欸。我想给他七。平常没有很喜欢吃蛋挞的人，可能就觉得还 OK。但如果本身自己有在吃蛋挞，一定会觉得失望，因为就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，经典。但它真的是中庸的。今天的第一名就是，就是生乳卷，15块 ，CP 值超高，送礼自用两箱一，真的不简单啊！而且它内馅真的很扎实，对，值得买，值得买，值得，就这个就对了，去买就对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OK， 好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，追踪我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还有追踪我们87女孩，哎、欸，不要打广告。